是谁来我的办公室藏这有的无的？敢讲是阮瑞德挑工用这招来刺激我？保全，我当署长，你即马调监视器，看卖今日是谁来我的办公室。是咱公司的人啊！歹势吼，董事长，我拄啊头一天来上班尔，我嘛唔知呢。这个人到底是啥？伊是安怎变来做？以后哦，你也要入来哦，甲恁爸用慢动作的哦。我逐摆若看到你，你向阳公公入来哦，我咧心肝头来擦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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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擦。哇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有人挑工地咧。你怎讲啊？租的土地哦，都分手啦，佮叫环保局来开单。我问值班的哦，伊讲在暗下班时阵无看到，透早要来上班哦，才发现。我问清楚的时阵哦，环保局的人就来啊。是啥尔白吧？除了咱家的人以外，90%是拜完寿人啊。天界我让人掠走。爸，你不是一份完寿人的名单放弃啊？我拢早辛苦了，要看。也免以为啦，爸面是小 A 啦，无唔对啦，就是伊气伤白吧。哎呦，我叫想讲伊解决，那还袂结束啦。哈，哎呦啊，加俩龙哥哥甲光头的人。哎，袂洗买呢？恁爸管台什么买？敢动对我才来啊！伊也免什么好吃亏。爸，你报警啦！卖输得要处理啦！你造成更加侪麻烦呢，根本就无必要，交警方去处理啦。啊，不过十台车有交代哦，我拢挂假车牌啦，真正要采无啊住宿照，无遐简单啦。啊，车病就较好。若真正要车病哦，看啥个手骨较粗啦。大也无安尼啦，我叫司机哦，废土搁粪扫哦，加车几声声音啦。今年大雨第二届啊，无啥个忍啦。较侪叫车啦，是。阿妹啊，龙哥哥，爸，你卖冲锋呢？嘿，龙哥哥，哎，报警啊！被他报警啊！喂，你若报警，爸会出代志呢。无报警就袂出代志哦。报警哦，爸加加有车去警察局泡茶啊。啊，无报警，那双方车票是出人命呢。提来啦！哎、欸，美女啦，今年你好乖啦，车拿过来卖卡啦。喂，警察局，我要报案。但是，有一个叫小黑，还有蔡龙，较注意。你接我的行李要委托谁，我拢无意见。只要卖牵拖着我，搁较袂用的代志，无甲一半，老麻烦，互我咧收尾。哈哈哈！哈，哎，我无想要和你啰里啰嗦啦。你当作我真正就欠你这条的。啊，阮做生意是把讲感觉的啦，啊，不如让客。哎呦，黑哥，我想你进前吼委托遐个人拢袂我靠的，我唔才会这么烦恼。有偌济钱，我就会做偌济代志，这是我的规矩啊。只要代志有法度办得好势，爱偌济钱你就等咧收啦。
啊，即马蔡良甲阮瑞德是同一挂的哦。哼，我才不管遐尼多嘞，只要蔡良伊想要插手，你就爱予伊蔡龙变蔡虫，做一届甲处理掉。看起来你真正唔知影蔡良有几扭动啊！伊哦，唔是你想的遐尼好处理啦。哎呦，黑哥啊，你是会惊哦？还是讲你无才调啊？啊，你唔得爱做一届，甲我讲个清楚嘛。唔管安怎啦，我这边就是要斩草除根。唔管你要安怎做，只要莫牵连着我，我拢无意见。讲，伊讲蔡良找人载五车的废土要倒伫我的地，啥？即马等你倒，你马上来载我去现场。哦，黑哥啊，看起来你是无咧惊呢。我出来佚佗遐侪年啊，有输过，唔捌惊过。黑哥，故小心修，做一解算。哎呦，算起来你嘛赚到哦。嘿，五车的废土是啥物意思啊？你送我一只粪扫，恁爸嫌你五倍啦，算看起你啊！那安尼，我是不是要先甲你讲一声 ？Thank you， 是袂遐尼搞礼数啦，是袂让你知影者，你凶，恁爸比你较凶。安尼嘛会当比一啦，废话，社会甲人你行，兄弟甲人你做啦，大家有来有去啦，安怎？什么时阵轮到你这个细汉的出声？还是你哭哦？啊！哎呦！啊！你这个比电话球啊，搁较光的光头，哎，安怎？哪会球皮啊？你俩阵，我会无准备着来吗？我要老了，要救几万个。等。出去遐久啊，一点仔消息拢无，芳雅，搁打电话，予阿良看卖安怎啦？即马有啦，底卡啦，电话哦、喔，我卡到底要无电啦，哎，龙哥哥甲光头就袂接电话，不管啦，搁卡着死个啦。你就是遐尔有本事，甲代志不过遐复杂吼。我只是照原则做代志，对就是对，唔对就是唔对。你就是想过好命，才活到今嘛，认为乌就是乌，白就是白。哎，人生在世有足侪灰色地带，好不好？唔才遐尔辛苦，遐尔为难。灰色地带嘛，真家己选的啊，怪笑。我是甲你无话讲啊，我。无话讲就点点啦。两位蔡太太，没遐尔紧张啦，爸不是一个人出去啊，有骨头照天，对不？啊，你是年纪侪啦，爸是老江湖啊，免想过烦恼伊啦。
卡毛，我来找伊，好不？来，你去坐啦，好。等呐。哎呦，迄小黑甲刘唔是好朋友，伊因结婚的时阵，伊嘛有来呢。那应该讲秘密就秘密啦。啊，就是迄颗阿仔嗯，大姐我甲你讲哦，阿仔哦，进前跋落海迄个枪手查到了。嗯。小黑啦，啊，这声哦，弯手愈结愈大，夭寿。阿姨，你确定？哎，这种话袂用有白讲哦，这后果是足严重的，你知无？知，真实的啦。昨哦，我甲龙哥哥困之前，龙哥哥甲我讲的。哎，爸。爸，干么子？爸，啊，你进来哦，哈。龙哥哥，你有安怎无？哈？哈？你有甲人冤家相拍？啊，你有着伤无？哈？龙哥哥，你那是娶起来，我嘛无想要活。好啦，搁徛好啦。这个边啊？老魏，对不起。胖妹，对不起，把你还给我。你没事的了。大姐，你看，迄龙哥哥，咱甲吵完，伊阁对咱大细声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啊，人平安倒转来就好啊啦，啊，莫甲伊计较啦。光头姐，现在到底什么情形啊？刚刚恁只甲人扯拼，我是无想要伫新闻顶端看到恁呢。没啦，至少哦，不是头条新闻啦。哈，光头姐啊，啊，恁爸已经讲过啊啦，我已经受我洗手啊，查甫囝讲会到做会到啦。上好是安尼啊，不是定叫光头姐去老兄弟。就是讲啊，顶个我叫光头就去做一款不要问你会怕的代志，讲什么修卡洗手，我看你的卡根本无修起来，手嘛无洗好清气。你们这届真正无动手啦，恁爸这届动的哦，智慧啦。哈？听无对无？因为恁拢是凡夫俗子。这放你耍，还吃着吃，搁讲你害哦！无啦，无，莫安尼啦！啊，就迄个小黑啦，伊对我一只笨手哦，你袂嫌伊狗吃废土啦！啊，然后哦，搁报一条赚钱机会予伊啦！啊，代志就安尼，牵少伊嘛死！啊，社会哦是自己做代志的啦，唔是人去做代志的。啊，若是有赚钱的，咱家己赚就好啊！你对遐好要创啊？啊，非得趁钱的机会满满是啦，都惊你唔趁尔啦。所以真正无代志啊。啊，好喂，林北相，林北蔡龙。你上好莫甲我讲，这个警察车即马是要来抓你的哦。是啥会结账啊？是想报警的哈，光头姐，讲实话。对方有过失啦，人佫比我较济，加在大有智慧哦。啊，若无哦，真正上社会新闻了，黑道大哥火拼了，命丧黄泉。Thank you.
尔准你叫嚣我好，真正要喊我整。原来你嘛会讲蛋姐哦，安怎？叫我带你来个车，要从啥？口气较好，我较尊重的。你就是讲你有人命哦，有人好啊。想起当初少年时，免阿着急啦，食几顿半碗你嘛听过了。啊，恁即马是咧推延战术哦？我无心情陪恁看海啦，有话紧讲。我随时拢奉陪，为着一起两字甲人去拼命。我恭喜我的巴掌兄弟，你老高了吼。抓当的意思，敢袂当讲较白啊？有你这个巴掌，我方才找个乱七八糟。我有收到消息，政府要重新整理。今嘛我把这个代志讲予你知，后来要哪做应该清楚啊。安尼，你的意思是要让互我？阿仔拢是我咧投标的啦，无人敢跟我抢。你甲恁爸歹斗，这条任务你做，小范。哈哈哈！你是爱真心诚意才通我讲啊！好气生财啦，激气就消台。咱哪边安尼互相伤害，安尼毋是办法啦。恁爸生意做甲这，你要生理啊，我任何你，就当作我请你啉酒。那安尼，我无回请你，哪会用得啦？这阿姨也两罐酒，就这回事。朋友不是无嫌，水亏啊！你打我嘛打，多谢两哥，这条好赚呐。走来问话，嘛袂去拖着时间拢无处理。即马脚筋甲安尼，也毋着好你加载，尾后便利又转过，无会用，真艰苦。无啦，拜托迄吼，我拄只，这挂锁不完，我想讲甲锁完。拄只我去身躯吼，无注意落，伊个风机哦，可死落来，哦，爸爸给你，爸爸给你推倒，爸爸给你推倒，你担心个屁呀！我刚车拼啊！
无啦，是有车有人，咱阁无病啦。我仅仅是甲对方憋一罐酒尔啦。你卖假哦，光头就讲对方有戒心呢。爸，你真正是吼，你拢唔知啊？你敢唔知道我今天出来在玩玩乐？啊，就是你的烦恼啊，所以我唔才甲迄块小妹用好好讲嘛。啊，就啊，不过伊要叫我一个人甲乌烟爸爸无落算啊。啊，你相信爸爸人哦，爸爸袂有家己哦危险啦吼。莫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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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咪听讲咪甲伊讲伊咪笑话无啦。好啦，我今仔出门的时阵啊，是我冲动啊，我承认啦。啊，不过那烦恼大烦恼啊，啊是我不对啦，你别担啦。你别拢没担。你是无无私，这你唔敢玩咯、哦？哎、欸，恁爸一家之主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你搁少年。这大汉也得讲。那不是你无想要出手，俺就无，不管是八还是十个，都不是你的对手，对吧？没啊啦，八十个想要碰碰啊啦，不过吼，恁爸身体也我也是袂歹。我警告你哦，那是跟我拗盖哦，你不会不会不会，不会有拗盖，不会有拗盖。够了，下切结束。他们好啊，拜托啊，咱什么关系？下什么切结束？不用啊。你讲真经哦，爸爸今仔受伤，那是对方哦出傲步。那无伊恁爸功夫，要走来个拍个做靠背啊。好，你不爱下切结束，无咱来阿舅吧。伊若是输哦，以后不管你要做什么代志，正经哦，咱估计会啊开会通过才用的，这叫做菜家会。爸，咱到北当无一家之主啦，我真正没，阁失去任何一个亲人啊！卖闹啊啦，什么阿秋爸、爸爸、查甫的，你是要哪样？无比要哪会知？爸爸哦，一点仔拢袂见笑，知无？三、二、一。爸讲是牛瓜，还是伊真正老啊，无气力啦？我先讲哦，因为是你是我的早见，我拄只阿秋伯的阵哦，我才用五分人尔吼，所以不要难过吼。哦，对对对，爸爸最棒棒了哈！今摆你赢，以后免报备，是感觉足爽的哦。嘛不是安尼讲啦，阿得，那爸爸答应，那以后有啥物代志吼，我一定坦白跟你讲吼。你讲的哦，来，第一只签名。爸爸比我足济个呢。蔡龙才两个人呢，比我三个人较好，好不好？紧来啦！切结束啊，收掉啊！你别再反悔哦。快来，我帮你推推。不免啦，拄只有水就推过啊。你看看上色，那不是有罪，是小酒。你哪敢咋讲？我还是对他讲话的呢，因为你不敢开电话哦。好啦，拄只动作是上多啦吼。我才高工，怪大只哦。当然蛮有水啊！我跟你讲，这明仔一定真歪歪，还佫会乌青。有闲时阵哦，你还去冰敷。我若无，我妈佫来发现，伊就整你。安尼你也替我保密啊！来，签名。不一定嘛，紧去困啊。我也袂忝。啊，不过我就忝的。莫直直咧楼骹冰冰冰冰，足差，你知无？你签好，我去。好，我来到。
我是你的查某囝，你有啥物代志哦，通甲我讲啊，我能替你分担，知影无？会吧？我只嘛是紧甲头的，不管啥物代志，我能替你担，只要你愿意相信。你不是同样的冰冰蹦蹦，瑞德，想知咱两个今麦会变到安尼？不知道你过了有好无？煞煞去啊！伊即马应该嘛无想要看到我。我拄啊经过附近，想讲真久无看到人质。伊来找阿仔就找阿仔啊，那有什么要紧？我甲伊即马是男女朋友，啊，毋过伊感觉有交朋友的权利，我袂去干涉。是的啦，我不想要造成大家的困扰，请你莫误会。那是我即马甲你讲，我希望你以后莫搁找阿仔，伊工作会到。手也是爱一个人的方式，假使我两个无缘分，我嘛袂当勉强啊。咁真正是安尼，若是无坚持到最后，咁真正算是爱一个人。假使爱一个人，到最后敢若剩家己一人伫咧拍拼，安尼感觉有继续的意义。我漂亮人啊，我先来走。我感觉阿仔应该是会好记得啦。你哪会知影？我是用药的啊，因为伊一路无成全阿仔啊。虽然伊伫想办法有家己，看起来成全阿仔。感觉我感受会着，今麦伊毋是，你为虾米愿意甲我讲遮？哦，你是讲提供情报好情敌哦？其实认真讲起来。咱两个应该不算是情敌啦，因为你爱人是温瑞德，我爱人是阿仔。啊，那即卖伊到底是啥？你家己去了解。你真正就大方的呢。迄是即卖，我伫快小等的。我就换货了。啊，不过我这个人个性哦，就是有啥一定要讲啥的。我无想要对不起我家己。虽然我跟阿仔马上以为平，不过甲你两个人爱情比起来，根本就无算啥。感情这种代志，
嘛不是讲先熟悉，就一定有缘分能当走到最后。我现在在代志，黄世瑞的想法早就改变。非得应该讲的，我拢甲你讲啊。啊对啊，已经甲伊亲亲妈妈修行啊，就是正生医院的董事长。真是的，哪那姓洪的？伊毋是董事长的后生啊，伊家己嘛姓姓啊。啊，不过董事长还是同款，还当作是家己的后生看待。我了一直拢在想要找到伊的亲生爸母，我真替伊欢喜，真可惜我无得看到伊小丽。有一寡代志，阿仔无予你知影，是为了要保护你，伊惊你会受伤。不管怎，伊拢是为着你好。其实有几下摆，我拢感觉卖看我的眼神，只残留过去的伊。我嘛捌想过，假使伊回头记得，毋去让我知影，原因就只有一个，就是无想要拖累我。不过过去的我明明就有所过啊，不管遇到什么代志，拢爱做伙参详，袂当阮骂对方。为着以后日子，阿仔一定会更加危险，因为阮爸有查着。当初那个枪手是小黑那边的人，最近我爸跟小黑那边的人也跟我淡薄冲突，虽然现在暂时看起来是没事了，但是我知道事不可以那么简单就结束了。我叫阿仔出来啊，阿母这话就给你爸爸甲伊讲啊。你有啥要家己甲伊讲？这是我的心愿，恁两个若是无做伙，那就表示恁两个无缘分哦。那呢，我一定要甲伊抢回来。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哦。现在看起来，反正在鼓励我。你哪里去？小月嘞？伊拄离开啦，伊一撮代志，帮我转告。讲啊！敢袂当多啊行行咧，等哪行哪讲。珍惜这相遇。在苍穹银河交换最深的秘密，牵绊的引力，交织出频率，刻画在天空，画不爱的。小叶到底是来讲啥？伊讲向你开钱的是小黑啦。小黑啦？那你的口气，你干哪办？我帮你包了一箱。啊，唔讲我白用的，他们需要我给你一寡金箔，而且还要上课。妹，我过来查就好了。
小爱这个人哦，做代志跟他看钱，无咧看钱分，才好伊钱，什么代志拢做得出来。可是，我来替你探一下伊的口风。你根本不是伊对手啦，唔是这个代志，跟你也无关系啊，咩关系是啦？相公跟我无关系，早就认为咱是同一边的人啊。你当初你伫酒店看到欺负我的时阵，搁替我出头。你人是我带过去，我当然冇责任啊。华丽姐妹，经常跟我斗相共，你莫管着对我啦。我根本无可能是你带我去见小黑，反而你真正回头记得啊。为什么你不爱让我知？好啦，送我家婆。这件我哪会这样办？去接受在。何夏，你莫别来。你卖公公了，去行的，你卖过来，你都卖来哦。我要他动，你行不来。你卖掉，我掉。何夏。回来！你这到底是创啥？你赶紧回来啦！我不爱。什么叫做你不爱？赶紧回来，我拜托你。我跟你讲啥，我拢不爱落去。我你是起笑是不是啊？对，我起笑。我就是想过体贴，想过忍耐。这目睭金金，失去我心爱的人，那个要陪我跳楼，陪我经过这么多困难的人，就安尼无去啊！你是干不落来，我报警啊！我真正足孤单，你失踪的时阵，我足艰苦。不过你变做阿仔，我所感觉足孤单，为所我心欠一地同款。就算我甲我家己讲，你继续做阿仔嘛不要紧，只要你会当快乐，比啥物拢搁较重要。啊，不过我呢，我突然间失去我爱的瑞德，对我敢有公平？不管你有啥物话，我拜托你，先落来再讲好不好？先落来。我袂阁做一个体贴的人，我袂阁忍耐。我想要有我家己幸福争取一摆。你想要为这跳落去？一旦我咧恢复记忆，安尼就 OK 啦。我拜托你，较冷静下无啊？都过这么侪年啊，你先冲动啊！你也只要跳落去，你敢有想过，恁厝里要安怎？这么侪年你拍拼，目标是要安怎哈？敢讲你袂记啊？真侪年是啊，你天光白话靠我讲过啥？你讲总有一家，你个天把我买断去，你袂记是不是？你这是在创啥？替我幸福来搏。阿姐，你莫别来啊！
欢迎回来，温瑞德。创治我真好耍，是不是哈？你读个你当时想啥？你来我想看，我为什么做到这个程度？我若无安尼做，你敢向我坦白一切？你想为什么做到将我生气？咱两个重新做伙，迄天毋是有约束好啊？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袂当我骂对方。不过你今麦对我做的是什么？咱讲迄当阵咱两个约束，只是在讲耍笑，只是一个无聊的提议。对你来讲一点仔意义拢无，拢是我家己一厢情愿。我认输。那你为什么我问我你会好记得？你惊我会受伤？你想要保护我对不？可我感觉这个情形足熟的。过去我选择家己承担一切的时阵，换来的是啥？是你对我讲一句，我无够信任你。今麦我甲伊讲的行李，你唔只无够信任我。相信你，我就是相信你为了我无顾一切，我们才无想让你知啊，我拢想起来。你安尼做就是无讲信用，那是什么？我无想要再听到这句的你啊！我会当今仔唔知你会有记，让你继续做阿仔。你若是今日，你会有决定，不知要安尼面对小叶，你会当卖跟我做伙，我会当卖做你的女朋友。但不过你除了是我爱的人，嘛是我上好的朋友，那么当卖一摆，我只见两个我上重要的人。你是我的太阳，当我需要你照亮。你是我的月亮，指引我夜晚方向。我崇拜你耀眼光芒，我眷恋你明日月光。我尊你也不能走。奇迹交换之间，我们彼此。有点像那叫清醒的。你失踪的这段时间哦，我大概我是看这相片，看你的笑容，啊，搁咱过去的回忆，不管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，都是我好当继续活落去的。啊，搁我大概哦，让我写日记哦。今仔日是你失踪的第178天。
我又搁去去跋落海迄个海边啊，雨水拍着我的面，连我家己拢分袂清楚，到底是雨水还是目屎？瑞德，伊大家拢讲你已经无伫个啊，爱我放下，爱我向前行。不过我知影，就算我的人生还阁会当继续。我的心也永远欠一个，无法度弥补。瑞德，伊阿妹星空足水嘞，你是毋是嘛伫咧一个所在，甲我做伙欣赏？你一定还阁活着对无？赶紧转来我的身躯边。我真正足想你，足想你。天顶的星，真正足水的。假使讲我倒，全部拿伫个手里，咱的真侪愿望，是不是得当实现？瑞德，你敢知影？我逐天拢遐在星星许愿，希望你当赶紧回来。阮逐个拢伫咧等你，阿公，我爱你。多谢你这么爱我，反正就是因为你输人外力量，予咱有机会会当个做伙。早安。我刚是在眠梦。那你的梦电话是不是全世界想要打？你别自恋。你们现在明白吗？我等来，我没有理过你啊。你讲我要什么？几遍了？我一定要来两脚。是讲感情上物件，你告诉我你有不要吗？你无听人讲，我是命的少秋菜。那真正比上车是少秋菜，像书上一样都唔知。唔管啦，为你家人跟你做伙，我什么都唔惊。对不对啊？咱就来组成扫把星团体，关关难过关关过。像你有信心？因为有你啊，既然你已经知影我会有弟弟，那你以后我们都有什么问题，咱两个人拢共同面对哦，会晓得吧？只要是你，天边海角我拢陪你去，绝对袂后悔。基本李明德啊，你肯认罪啊？少被怼回来嘛，对陈学英啊。陈学英真正做选择歹代志啊，连你的客户拢无要帮伊刷，一定要赶紧哦，该关出世界集团，关出张家。我唔对啊，我的妙玉就是花落这财。直接对付陈学英进京。你是不是应该先去找小叶来解释一下？其实我昨有勇气遐快回头记住的代志，也是伊鼓励我，伊已经约着你回头记住啊。
我知道，这就是你的问题，我想办法让你最清楚的。生日快乐！阿弟，我家里罐罐用破去啊，哎，算是我唔对啦，我得去找阿伯仔，教我做话啦。哎，你讲这气派下袂害呢，我当作是你以后的财库。你放心，到时阵啊，我联络你。哎，吼，要拜着你嘛，小画者装饰者又较水的。在呢。阿仔仔呢？知啦，阿健，刚刚拢好话的呢哦，来恁来当看看，开门见。一包够哦。我够。上这两百了。好啦好啦，谢谢老板。嗯。太值啦。阿仔会好记得，应该就会回去和阿姐辛苦边啊。那呢，我搁搞这罐罐留来要创啥？已经无意义啊！真正袂记啊！嗨，瑞德，这应该是咱头一次见面哦。莫跟我讲，我认唔着人啊！敢讲你唔是王瑞德？我是。你好，真欢喜会当认识你。小月，是的，你莫跟我讲是嘞，安尼好彩就你跟我讲。过去我跟阿仔所有一切，拢只是一个错误。不过对我来讲，这明明是最珍贵的。对我来讲嘛是。不过你不是阿仔啊。我你选择做温瑞的迄个时阵开始，你就不是阿仔啊，不是我爱的迄个人。既然我已经恢复记忆了，我都要担起原本责任。不过，我家的记忆，我永远都会放不记。我遐记忆是属于我家仔。虽然阿仔啊，这个人平常时爱常常哄哄，嘛常常无正经，无参像温瑞德，遐尔优秀，遐尔有才情，会当管理一间大公司。啊，不过伫我心目中，阿仔哦，真正足体贴，嘛足巧的，以前家己过阿哥，我妈挖苦。
我爱的人是阿仔，这不是你的。不管我是阿仔，还是瑞德，在我人生中上无目标的时阵，是你，阿哥恁妈，花世界，给我温暖。这是我都改变所想。你妈妈已经无在啊，迄个嘛已经煞去啊。你走啊，就把过去留在过去。是我蔡小叶，阿仔确实是陪我，陪我度过那段上艰苦的日子。啊，不过我知影，那是我甲你借来，是我甲何爱姐借来。我蔡小叶这个人以后拢是有借有还，哎，人生唔才会爽快。我答应你，会陪你身苦边，好好照顾你。可是，讲你若是愿意，你赶快会当甲我当作是你的亲人。不需要，我已经找到我亲生爸母啊，我有亲人，因会陪我。哎呀，讲起来，你就是无利用价值啊！你真系当走啊？麻烦你以后莫过来烦我。我知啊，你是无啥物话歹做啦，条条故意老公之爱。你想要创啥？我等过你，你的公寓里面永远拢有我的钱。以后若是有需要到啥个所在，请你尽管跟我讲，因为你是我真重要的人。是你。
望的温暖。是嘛，有你陪我，你一直陪在我身躯边，对吧？这当然啦，没有发生任何代志哦，我能陪你身躯边。好，今日咱就互相挖苦，你和我苦我嘛，好你苦。谁先开着枪？哦，不愿相信我们走着变了样。你承诺的胸膛，我们装了坚强，我们都还在逞强。不愿相信我们走着变了样。我要再离开，我真的是可以。输给了自己的倔强。我顶不住。你哪里哭啦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哪里哭啦？我讲无骗笑的，目眶拢红啊。啊，这铁罐啊，不是阿仔送你的。讲什么生日礼物啦？哪有人送这啦？做生日礼物，够无诚意。无啦，我跟你讲声笑的，讲声笑的。拄则讲什么好消息啦？啊对，咱会听车到，已经接到电啦，对方认输啊！啊，真个啊？真。我以后搁敢叫我袂同你唱腔无？蔡大夫，秘书啊，我舅舅在呐，你来请我饮酒。嗯。看啥？好了。瑞德啊，你怎么住伫个厝内啊？有代志啊？什么代志啊？你想要怎样？啊，好啦，跟我也无关系啊，我来上班。哈，徐兰姐，昨日干你一个人？安怎？你想要趁这个机会找我算账？心虚哦？有啥物好心虚的？助理回来。过去的代志，我都无跟你计较啊！你别了，你是无想到计较，也唔过我都无一定啊。你想要从啥？你最近干发起未啊？你问这要从啥？我只想要知影，你感觉是好生。当然是啊，那你为什么你跟陈顺卡在讲这边啊？我听爱家讲话，特别电话多而已。原志那个爱家，我没听转。你说个陈顺连手做的，还特别受伤，会不会没这个啊？这买单怪我，当初明明就是何爱家跟张元志大主大义，爸才受伤的。你刚才爸受伤的时阵，我偌心疼，偌惊吓啊！你的意思是？你也唔敢嘛？我当然唔敢嘛！我哪有可能去伤害家己爸爸、啊？那你为什么要徛陈顺一边啊？我有听人讲话，特别断言的时阵，又甲元志佮爱霞讲，讲伊受到陈顺威胁，有性命威胁。这件代志，你莫甲讲你唔知影啊！那是何爱家三郎张元志啊，莫听我白讲。所以根本相信陈顺一靠查某，慢慢相信，家己佫过心情。你是好阿妹啊！你敢知啊？你暴露派失踪，爸当年魂不成时阵，世界集团有偌危险？我若是无配合陈雪英甲伊合作，可能世界集团迄当阵就已经乌有去啊！我所做一切，
拢是为着要守护世界集团、守护这个家。我甚至连我家己的婚姻都牺牲去啊！你到底要我安怎做啊？这个真委屈嘛，为着你啊，出卖家己的婚姻嘛？可能你会认为我这做无路用的，我着袂使亏得我同款，我成全 Q 条安尼化东化西。也毋过，我真正尽心尽力来守护公司、守护这家啊！你这不守护，你这是倒霉啊！你替家己无才调，去找借口。你讲我真好听，那么你回来啊？你回来救世界集团，你回来替爸，该拍拼一下，先回手回来，证明你是上骄傲的后生。我即马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恢复记忆啊？我会记得是咱冤家时阵，我才跋落海啊。不是我做的，你当阵明明有一个枪手提枪要甲你断了，不是我。跟你讲算数啦。我早跋落海，跟你无关系，所以你无耍心虚，一定无得起我。杨国林，你对不起客辈。你别人在成全你变鬼，想要霸占那世界集团，想要客辈一世人心配，安尼不要怕，你说都无做到物件。我乖，你来我吧，迄就是因为你无去面头面对伊。你根本唔知影我的痛苦，你敢知影我偌希望，爸会当赶紧清醒，甲陈雪英离婚。把陈雪英赶出世界集团，也毋过，敢真正是我想，得咱美梦成真啊！事实就是，一直拢是我一个人，无人甲我斗相共。你敢知影，即摆世界集团有偌济股东，偌济董事，拢让陈雪英买收去啊！我真正毋知影要安怎做啊！你也是愿意回头，怎么样可以活？什么意思啊？既然我用回复给你了，我就想办法把陈玄救下来。你敢愿意搞到什么？你敢真正做会到？敢若靠我一个人，肯定是无机会。杨坤若是有你，愿意搞到三工，还是有机会。你敢愿意相信我？当然啦，咱是兄弟。有原志、有你、甲我三人做伙斗三工，做会做会做，咱就会当替客户把这个家搁公司收掉嘞。你怎么嘞？当然好啊！我等这工真正等足久啊！咱就做伙联手，甲爸拍拼一世人的世界集团抢回来。跟你讲了，对啦，我听杨志讲，你甲小阿姨小林啊，是啊，即摆认真讲起来，咱两个人马上是有真正血缘关系的人啊，恭喜啊！多谢。对啦，有一个代志哦，我真足好奇的。啥代志啊？你跑落海进前，我甲你去冲突，迄是因为陈雪英甲我讲，你偷摕世界集团的钱，佮输袂土地。你甚至给我看证据，迄阵讲的话，你哪会相信啊？你这冲动的个性啊，真正会改。以后你看的资料是假的，真的。等一下，所以偷摕世界集团的钱，输袂土地，拢是陈雪英做的。你搁把所有的罪行塞你个头壳顶，我乃这笨蛋啊，竟然相信伊！一定是叫一个所有人拢给骗去的，只可惜，伊唔知我用何伎俩，这叫做阿能卡巴毛巴。那呢，小太阳是我的囡仔，这件代志是不是有一天也会变空啊？
即马上重要就是来桂英辉临时董事会，把陈雪英亏空公司资产代志拢压出来，该退出董事会。这代志，赶紧处理。好，现在董事我来联动。李国英，我先给你。喂，是，你讲啥？比对成功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水啦，我的囡仔总算有救啊！也毋过要去关骨髓，可能爱断医，我是要向医院解释啊。小夸代志吼，就找我讨救兵啦。公司请恁这主管，不是给恁白白领薪水的，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我明明就把这张纸条啊，带入去粪扫桶啊，现在又搁出现，到底是啥咧变鬼，跳到安尼甲我吓惊？敢讲又搁有偷偷装监听器啊？陈雪莹，安怎惊到哦？像你这种亏心事做这么多的人，当然会惊鬼来弄门啦。光头白脸是倒会来鬼啦？是讲哦，你嘛足闲的呢。啊，这林兵队予人掠去关啊，恁便衣即马应该是乱糟糟。哇，你这当所长，还佫有心思来遮找我的麻烦哦？我唔是来找你麻烦的，我是来问你的罪。杜清耀，你咪想抢鬼哦？有人无胆，你即马马上甲出去哦！遐若无，我就发警卫来。你发，我伫遮等。无你即马到底啥意思啊？莫伫我面头前假哭咧！明明着王爷去关，你感觉讲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？我原来是为着你家己红婿来哦。哎呦，杜清玉啊，你是足悲哀的呢。你的翁婿安尼反背你，你搁甲当作宝共款，啊，可怜呐！我今日来，不是为着伊，是为着受够你欺负过的人。阮阿姊、杜清秀、汉光、志祥、元志、元勇，要不瑞德，瑞德。啊、你是为着你家己的后生来替伊争权的啊、嗯！我有听人讲啊啦，你已经甲你的后生母仔相恋了嘛？你想讲要利用温瑞德啊、哦，要插手经营温世界集团哦？你安尼一间病院无够，连温张家的财产啊，你也要消贪哦？消贪的人是你！啊你为着当处长这个位，为着我属于你的物件，你所有歹代志拢做尽啊！连对志贤，你嘛这样无情无义。继续做呀！你早晚要面对你所做的一切。你莫想讲你有法度躲过法律的制裁。你啊，爱注意啦！你才打做换肝的手术呢，哦，迄身体哦，都爱调养好势啊，唔通生像恁爸爸哦，雄雄病情发作起来，啊，昏昏死死去，啊，到时阵哦，无得靠无人头甲你救哦。
是讲安尼嘛好啦，到时阵你甲你爸爸伫咧天顶，通好团圆啊。所以林明杰对阮爸爸见死不救的代志，你嘛知。我若是甲你讲哦，连伊偷换 DNA， 叫信宏做你的假后生，我嘛拢知咧。所以就清玉啊，唔通在我面头前耀武扬威。你的亲生后生温瑞德，伊都斗袂过我，啊你是要算啥？放手啊！陈雪英，你紧看，你有表现，紧看啊！安总，后壁一个人拢无是无？你敢知这是代表啥？代表你所有身躯边的人拢反袂你啊！这就是你的下场。我只要等你慢慢啊看，看你有啥物款的报应。清玉讲的无唔对，我的身躯边确实拢无人啊！想要甲我扳倒的人，真有可能已经拢联手，要做伙来对付我。写这张纸条的人，到底是什么目的？敢讲伊是来跟我斗三工的，我敢袂用信任伊。李文，你哥人家是要创啥？你放心啦，我唔是要找你冤家，我是要甲你讲，病医甲我通知啊，我甲小太阳比对成功啊。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无这么无聊。你是不是想要用这个动作的条件，想要跟我威胁？你卖叫一个，你当叫小太阳，就当把你带走，那是不可能的代志。小太阳是我唯一的希望，谁拢袂用把你带走。丽文，你现在就是一个单亲妈妈，你顾囡仔足辛苦。我讲不可能就是不可能，你卖逼我。好，你卖再激动，拢放边啊，现在上要紧的。就是赶紧把小太阳救回来，其他代志拢无重要。求小弟讲白啊，小太阳被我救啊！啊，即摆小太阳状况安怎？我敢会当入去甲伊看一下？你先嘛伫遐困，我去甲伊吵。对，医生刚跟你讲，就骨髓时间啊。阿伯呢？你手术时间等病医通知。好啦，我去找时间来看囡仔。囡仔，吃饭未？头前我过去哦，多谢你哦。你是要去倒？林美娟阿姨拢甲我讲啊，我知道你无想要看到我。原本我是计划讲，我看一下小太阳，我就离开，我无其他的想法啦。所以你即摆嘛知影小太阳破病啊啥？我嘛是算这个囝仔阿公，我听伊状况，我嘛就唔甘的。
立伟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我敢会当看小太阳一面。你放心，我看到伊，我马上就会离开，我袂惊了恁母仔。我知影，互你为难啊，安尼我先来。我敢有讲你离开？小太阳即摆伫咧困，你会当看伊，莫甲伊吵醒醒就好啊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知影囡仔吼即摆破病，就需要休困的。对啊，最近吼，你去替我甲小太阳买一寡营养品，若无伊即摆破病，我毋知影要买啥物回去较好啊。唔免啊，家人姐你家己留的。你现在也破病了，你这样子跟我够用啊？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有够有够，我嘛这边吼领薪水啊，这嘛无偌济钱，就算是我这阿公淡薄仔生意好无？收落来，唔免啦，无要紧啦，你紧收落来，我当趁钱无要紧，你免烦。我讲唔免就是唔免。你家己啊，照顾我好啊！莫到时破病啊，再来拖累着我。你不是要看小太阳？给你拜啊！王董的啊，啊，哪有闲打电话来？啊，袁勇召开董事会。哦，啊，可能吼、哦、有公文给我，啊，我还未看啦，我问清楚再搁给你回电话吼、哦。张袁勇。你干阿礼拜？这个张元勇是咧变什么棒？竟然给我跳过，直接开董事会。伊是咧个天照大，家在我的背后变鬼变怪。董事长，啊，你找我有什么代志啊？拄只我甲秋香咧线上会议。线上会议。我看你是想要留在背后变鬼变怪啊！董事长，你火气毋才会大，我才会拍拼，为着是阮当公司的责任尔。你私底下召开董事会，廖总讲我毋知影是。何家在瑞德有甲我提醒，陈雪英无遮尔好对付，一定要准备更加侪讲话来应付伊。董事长，是你进前甲我提醒。这么养生村有五十一派股份是蔡氏营造，要我找机会好好的当事说明清楚，敢讲你放袂记啊？敢有？是我给你提醒。嗯。啊，不过咱之前不是拢有发通知给大家啊？啊，拢无人讲话啊，大家拢无意见，就表示拢通过啊。啊，你雄雄开什么当事会？到底是想要创啥？这小天使来呀、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看嘛，我看嘛呀！啊，小妈，你平常哪会这歹啊？安尼面红红，搁在那唱歌，来，量心跳，没有心跳，心跳搁这紧。小妈，你是不是心律不整？你今麦跟我看看，胸口闷闷，还是背后痛痛？这是偌济？我看不出来，欧巴，血压计，哦，给，瑞德哥又掉啊！
伊知影陈雪英绝对会见小丁生气，爱我请莹莹来斗三工，真正有效。唔是啦，无啦，还莹莹啊，小妈吼真好，无代志啦，啊你紧转去好无？无啦，小妈，早起我爸有甲我讲，讲你心脏无爽快，我听到这哪有可能坐掉着无？我当然嘛爱甲你关心一下。我还有约去心脏内科，无卖牛血啊！咱即马就去看医生。莹莹啊！哎呦，我做好的无代志，我做侪代志要无用，卖安尼啦！哎，小妈！哎呦，小妈，我拢知啦，卖多强啊！你即马年岁嘛有啊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呢。哇，啊，搁有欧巴，啊，搁有原子欧巴，拢少烦恼的呢。我知啦，即马袁美姐姐无伫，厝内底哦，干那因两个臭男生，不要紧。你迄私密的代志，你会当甲我讲啊？我有两个妈妈呢，照顾恁这款有年岁的查某人哦，我专门去的啦。我无什么私密的代志，头我跟你讲的哈，啊你紧转去哈。嗯，小妈。咦，你看，我无骗你啊，小妈今麦老见光，这里标识。这叫标识，小妈，你的更年期到啊！恭喜哦，恭喜哦！哦，真正跟我妈咪同款呢，我妈咪迄当阵嘛是安尼，爱生气，还佫老见光，还佫面红红。我的身体唔免恁管啦，你紧转去啦，我佮要办公。小妈，不要紧啦，你唔免歹势啦，我拢知，我拢知吼，即卖时代无同啊啦，啊，查某人哦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呢，你袂当因为你即卖老啊，就无好啊对待呢。我是伫话老啊，这蔡莹莹是跳到要甲我气死哦。莹莹啊，我身体足好诶，真正无代志吼，啊拜托诶，你好带带转去啊吼，我要办公吼。哎呀，小妈，咱姐啦，我甲你讲啦，你唔知哦，你即卖状况哦，甲阮两个妈咪更年期的时阵一模模一样样呢。哎呦，阮妈咪迄当阵嘛是甲你同款，安尼脾气就摆就摆诶，是我哦，好好啊，甲伊安尼呵护。伊才豆豆好起来呢，所以对付你这款有年岁老查某人哦，我足有经验的啦，我一定会好好甲你照顾，甲你调理。我免调理啦，我更年期早就过啊啦。啊？你更年期早就过啊？嘿啦！哎呦，那安尼就是你更年期的时阵哦，无好好调理，对不？我甲你讲，小妈，这甲阮查囡仔生理期同款的，你若无好好调理，是会出问题哦。哎呦，害啊害啊！阿爸，保温瓶，进来。来，保温瓶。来，小妈，我甲你讲哦，这是对查某人身体较好的养生茶，是我特别去买药材来煮的。啊！哎呦，来，你啉看麦。我乖，好。哎呦！哇，小妈好棒哦！啊！我干杯啊，干杯啊！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耶，小小的好回去啊，哈！袁勇啊，啊，你好，甲伊迎出。啊，袁勇人嘞？啊，我爸去无用公司啦，小妈。现在人不爽快，我爸一定要替你分担。无啊，我还有事情要问伊呢，我来找伊。小妈，好啊呀，我看你现在这样熬熬汗又翻烧，你可能是心脏有问题哦。来，一下，来啦。哦，哎呦，这小滚滚的，来，哎呦，我来替你热敷肩颈啦，这会当舒缓你的血管，你就袂中风了。啊！我根本就气个中风啊！我，小妈，唔好叮当哦，再热敷15分钟呢。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嘛已经准备好啊。这几天哦，我就来做你的专属保健小天使。啊，你无用你也不要紧，啊，不过我会暗时叫你热敷啊，啊，叫你爱食保健品啊，爱运动，哈。
袁勇超工叫莹莹来甲高高甜，到底是存什么心嘛？我真唔相信两个阿婆真正有这好呢。是讲伫咧办公室运动敢无方便咯？无你用这带我姐哈。袁勇敢有这么好打？伊还佫有这么侪脏头伫咧我家，伊敢敢乌白来？还是讲这一切都是我瑞德的变鬼？伊连夏楚良，还佫吴汉光？这是林芝，这是嘉煌。我可以到嘴上跟他斗相共。我的敌人这么多，我煞敢那家己一个。恁大家安尼联合起来对付我，安尼我是要安怎？这是维他命，这是。这个张元勇。竟然无顾我的反对，坚持要召开董事会，一个安尼对付我，想讲我着真正会惊恁。哎，小妹，小妹，啊，你信息快了，好，来呢，咱继续。哎，这，小妹，你来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我安尼啦，我来替你马三鸡。呀，来准备啊！啊，琪琪，不急啊！琪琪，不急！琪琪，不急！琪琪，再不急！哇，这个莹莹是超够恐怖的，讲什么要照顾我，我看根本就是在给我创治。那不是因为伊是蔡董的千金，我阁需要伊后头厝斗三工，哪有需要安尼忍耐？啊，我干脆趁伊去便所紧走出来，也若无真正会去误事。哎，廖嫂哎，过来姐，都是咧叫你啦，紧过来啦，是要叫几届？他们头家有什么缘故？你这几天变扫时阵，敢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人入去我的办公室？我逐天要去这坐办公室变迄粪扫，真正有什么时间吼？你是咧讲啥听无啦？口罩脱落来，搁讲一遍。哇！还是头家，我拄只意思是讲吼。世界集团用大楼，设置办公室嘞。啊，我逐天哦，变数时间有限，所以真正无去注意到到底有啥物人。我讲哪无讲，浪费我的时间。头家，你是不是要找人？我会当替你倒主意啊。你哦，把你工作做好啦。啊，若是看到啥物奇奇怪怪的人来大楼，啊，会记得去甲保长讲一声哈。我知。紧把口罩挂起来啦！我感觉你哦，唔那人吵，你嘴巴吵啦。你以后吼，那是伫我这边做工课时阵，卖让我闻到你的臭味。你若无，我就不准你伫世界大楼，我继续做工课，知无？我知呀，我会去变啥？紧走，紧走。喂，瑞德，真正参像你讲的，陈雪英听到要开董事会，伊即马已经错到要死啊！我嘛听你的建议，请英英搞到三工。即马陈雪英已经予英英低调的，你赶紧处理临时董事会代志，所以这两三工就开会成啊，这代志袂当拖啊，紧处理有听到无？你放心啦，我拢联络好啊，计划就是后日开董事会。行了
啊，即摆上班时间咧，平平平平，我是要做工课啊。OK， 歹势啦。啊，我着运动无方便，安尼搓他动手。啊，变少时间，毋是下班吗？啊，想到今日才走。这我嘛唔知呢，我拢是听阮领班哦，甲我安排。阮世界集团上班时阵，有足侪客户爱来来去去，参像恁这款无体面的人，若是互遐客户看到，真正向世界集团面子。是的。张云勇，拢是为你，害阮李文金要安尼受苦受折磨。你竟然阁会当安尼过好日子，到底把阮丽文当作是甚物？阿爸，阿爸，小爸无去啊，我找无小妈呢。来来来，先来坐，来饮者。你莫烦恼啦，啊，小妈这里无用，无你卡有电话卡给伊啊，要找伊对不？莫烦恼，小等一下，伊就回来。安尼啊。你看，哦，你咧看这里侪甲小宝宝有关系，衫甲鞋啊。你要买好想的啊？啊，我最近啊，第一天上网咧看小宝宝的衫裤，愈看愈古锥，一时挡袂牢，我就安尼，全部可能去购物出来对。悲哀。